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笑。今天有志愿者，你问我家把这个玉米烧一下，这个地烧得太难了，然后还需要人下去把这个玉米烤上，我们来叫不雷子的刀世界，美女和帅哥们，谢谢这些志愿者对我家的帮助。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志愿者，那是一道道最美的风景。每当哪里有困难，总有他们的身影，那是一个最温暖的时刻的时刻。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志愿者，那是一道道最美的风景。每当哪里有困难，总有他们的身影，那是一个最温暖。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志愿者，那是一道道最美的风景。每当哪里有困难，总有他们的身影，那是一个最温暖的时刻的时刻。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志愿者，那是一道道最美的风景。每当哪里